到服务台跟我们讲说，他好像有人他在灵异的时候，好像有被人偷拍，有偷拍的事情啊。然后当下我们同仁就是按照我们的标准作业流程，就是通报警方来处理。因为那个在厕所那部分其实是涉及到泳客的隐私，我们是没办法去加装监视器。但是进入厕所这两边的通道，我们是有加装监视器，所以我们才会根据那个时间点提供相关的那个影片。那耳后呢，我们当然会加强中场的巡视，那我们会增加这个频率，以确保泳客的安全。